嗨，大家好，小孩子，这一集开箱 Visping 2021年的这一件 Jumbo Eagle 的短裤哈，那军绿色的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那食品的部分，我从包装先拿出来了哈。那包装的部分，就跟就是外套啊那种的服饰类的，大多的一样，用这种白色的牛皮纸袋做包装。然后一样是这个信封的这个开关的设计，好，还不错，很棒。然后再来介绍一下 Visping 在做这种军装短裤的，就是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军装元素的细节哦。那等一下逐一带大家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实色，然后很棒。然后纽扣的部分的话是选用就是很像是怎么讲，很像是木纹的这种的象牙的材质。好，戴一下，然后裤子上用到的纽扣蛮多的哈，都有各种，就是各种不同的用处，就稍微戴一下。那像是外面的这边会看到几个纽扣嘛，这就是用来挂那个，这叫什么？挂带吗？背带，就是很多穿西装的人会穿的那一种背带，然后后面也有纽扣去做搭配的。好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还有这种，哎呀，在裤子的两侧啊，都有这个调节的这个，就像叫它调节环好了。你可以就是怎么说？你可以就是这裤子如果太大，你可以调松紧哦。好，两侧都有，戴一下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内部哈，内部的话，它也有一整环的，一整一呃。一整圈的这个就是纽扣加织带的设计。那这个设计是为了，因为其实这个短裤是从长裤拆下来变成短裤的。那它原先的话是保有这个里面可以跟棉裤做搭配，就是保暖的，冬天比较冷，有没有？你里面穿一件，那如果你扣起来就比较不会跑掉，就是这样的设计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。啊，还有，那像是在口袋的部分呢、啊，它也保留了这个。你看，两侧口袋都一样哦。口袋的这个最后侧这边打开来，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开口。那这个开口就是军用止血带，会从里面穿出来的这个开口。假如你脚受伤，那就可以绑起来这样子。那口袋里面的话也是有这个止血带的设计，就保留很多原始的元素。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是止血带的设计哈，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纽扣的部分是用压扣的，戴一下给你们看。好，然后再来还有，好，等下再说。好，还有的部分是在这个裤裆的地方啊，有这个系用来系止血带的这个也是布绳哈，就在这个裤裆这边。好。然后大致上是这啊，还有一个是像一般裤子也都没有设计的东西哈，这个后面这边会有一个衬布在这里，在这边，那这也是一般的这个工装裤不会有的，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拍给大家做分享。那手拿可能又有点凌乱哈，就还请多包涵。然后再看一下细部的这个可能是布标。一样带一下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水洗标、尺寸标，也都是做得很精致哈。好，OK，然后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，版型是比较大的哈，这个版型真的是比较大。那这一件呢是一号的尺寸，就真的蛮大，大概已经34腰、36腰左右这个尺寸。那也不用担心啦，因为它这边侧边是有可以调节尺寸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拉链，最后是拉链。好，拉链是改用就是 Visping 的拉链，Visping。好，一样带一下细节。那这部我开始看一下。好，那差不多了。那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哈，如果对商品有需求或是有其他疑问，都欢迎再来讯联系，拜拜。